音乐课，好，走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啊，唱的不准也没关系，就跟着一起弄，听着听着就好了。你说呢？老师，你突然有这个觉悟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教不动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本身这样就很好，本身这样就很可爱，就很好听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我们听啊，我们现在开小幸运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对。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不对，唱的不对，老师啊，这唱的不对。是不对的。你放。我给你来一个啊，老师。预备，开始。再来一遍呗。装的好像自己能听懂似的。我听见雨滴落，哎，不对。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。OK， 好，预备。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。接近了，不太高了，唱不上去。你到底有多少次机会啊？声响起，就这样好了，可以了。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。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给我淋的雨，你又跑到哪里去？你凭什么告我？我是不是唱得太高了，他跟不上？怎么说呢，这个调本身它是有很多的，你就先把节奏卡对，完了我们再说音，你慢慢的跟着哼就对了啊。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别赶，你太赶了。我没赶。他是不是赶了，老师？赶了一几小节。我赶了一小节，但是我唱的比他好听。我说实话，我觉得我这把发挥的很好，真不错。我呢？都挺好的。你就说我们俩谁唱的准吧，老师。各50%，就各50%。我擦擦汗。不是他瞪我，我擦擦汗，你为什么瞪我？你唱的也很吓人啊。就是跟你很难合上，你知道吧？你跟别人能，王鹤棣，你跟别人能合上是吗？当然，你太就把我都带跑了。我给你带跑的，你跑成这样，我给你带跑的。你把我带跑到那孤岛上去了都。这样，你们二位当评委好吗？你们评个分，来，龙哥也加入，来，谁先？我。好，有请。准备啊。别赶啊，弹的不对，不可能我弹的不对，再重来一遍。哈，你现在找理由都找到了，老师弹的不对了。来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。别赶的人呼唤我姓名。不是节奏问题吧？很多问题。一般这种情况就算是没有问题了吧，就是当全都是问题的时候就放弃吧，对，就不是问题了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。原来想留住的幸运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，别敢，我喝死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，与你相遇，好幸运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。野哥都快赶不上你唱的了。对啊，
强雨，好幸运。可是我已失去为内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我看不得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？咋样，老师？哎呀，老师，是不是分要高一些？高得多。是不是分要高一些？高得多。啊！他唱的那个那么低，我如果唱的像你那么低的话，我也可以啊。王鹤棣的节奏跟音准都好一点，但是孟姐胜在感情。对。对，对不对？各有千秋吧。你的歌就是太单薄了。其实你要不要试试？可以很好听。唱什么？就这个，轻轻的。唱太低了，感觉我的声音肯定都压过你的。但是这个太高了，我好像。你管他你。哦，他唱得好啊，男低音很。